之外。可是他是谁？他从而不问世人的责累，保护中的他却反复傀儡，渐渐的人偶也显得珍贵，如花里水渐渐枯萎，剧本里的他到底又是谁？眼神的妩媚却没有光辉，勉强算不算另一种虚伪？可是到底他是谁？为何从不说疲惫？为何在台下又满脸伤悲？他用笑脸迎接一切，当音乐停下，他便收敛，忘了曾经被谁封印。他只知光全力去演绎，想要找到相似命运，可是每一次都相差千万里。会不会，这会不会只是一阵作祟？可是在雾中他那种沉醉，举手投足间都让人玩味，盈眶的热泪让掌声如雷，Three.